台南市的太平县教会，那个南华大学啊，还有这个陈博士，大家午安，午安，午安，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很高兴啊，我们从嘉义来到这个台南的旅程啊，哈，我想时间好，我就直接进入主题了哈。首先，我先自我介绍啊，我是这一间教会办公室的副主任啊，我是段段永顺的段长哈。啊，我们晓得这几天刚好是圣诞节啊，各教会很多人也忙哈，有很多活动。我们昨天晚上的活动是到早上将近两点哈，才结束。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是休假，好让大家休息啊。下午才过来，下午来的时候哈，我看教会还是很乱。这个你们是那个宗教民主所嘛，哈，啊，所以就是对啊台湾的一些宗教会有一些的啊交流哈，接说了哈，啊，欢迎你们来到太平间马雅各青年教会哈，啊，还没讲到太平间教会，我先来引述一首台南很有名的歌谣哈，我想很多的可能听过，但是年轻朋友可能没听过哈。就先唱前面的，请大家猜猜看好不好？好，来。对。要问答的时候要先举手哈，啊，还是叫我不规矩的，对不对？好，请听我唱的妙中，风吹云我是情郎。来，什么歌？来，说两句一定要讲。这是京剧什么好？龙女。哇，这首歌，龙女没有错。天。哇。哇。好，刚才我唱的那首就是《阿平追想曲》哈，阿平当首《阿平》嘛，应该很熟悉哈。那为什么我要唱这一首歌？因为刚才我唱歌的前面两句哈，心情灰昂的牛冬，就是身体穿了一件什么红色的洋装哈，然后风吹金花诉尽冬哈，它是怎么样？风吹的是什么头发？金花头发。所以我们从这个。这个歌词我们就晓得，这个少女她是不是当地人？不是嘛？哦，他不是哈，她穿的衣装而且还是金色的头发。好，然后这首歌的第二段歌词有提到什么？提到她的父亲，伊是荷兰的船医，她的父亲是什么？是荷兰的船医。然后在第二段歌词也有提到，她送给她母亲有一个东什么东西？哎，听起来挺好，答对了。你没有记错，你是我给我这个。有一种金色食物，很神奇的项链哈。所以我们从这个安平这条曲里面的整个故事，我们就晓得，其实呢，从荷兰人他来到安平的时候，已经将基督教传入到台湾，啊，传入到台南。然后我们晓得。英国才派这一个马雅各的医师，他是一个传教师啊，然后从英国才来到台湾，将基督教带进这个台湾啊。所以1865年到今年刚好是多少年？算是不久了，作为自己人。不对啦，再说一次，1865年到台湾，到今年刚好。是啊，很小的很专业啊，来，
都是马尔克在那边继续
开拓教会。然后那位是在高雄三年之后，他又回到了福城，刚好有一个机会。他那个机会刚好开放一个条例，这个条例就是说能够让外国的宣教师能够在台湾自由宣教。好，所以那位是很高兴，他就马上那一天晚上签条例之后，那天晚上他就马上从新津又回到福城。好，回到福城之后呢，他又开始找一个地方，就是目前在台南的北门路附近，在那边租一个房子，也是一样，前面当义工，后面当礼拜堂，然后从那边就是宣教。好，台湾的一切，不管是宗教，还有其他的东西，我想到，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蓬勃发展。而且那个医生，他在回到台南的这个地方所开拓的这一个医院，也变成了后来的台湾第一届的西湾医院，请问是哪一届？你好，你说为什么？新南医院。新南医院，新南医院。这个后来我们讲的啊，这又变成后来新农业了啊。那还有，他回到我的时候呢，他把当初在高雄在那边培养的学生，又请另外一个牧师叫做巴克的牧师，听过没有？没有，有听过吗？有。好 ，OK， 好，又请一个巴克里牧师来协助他。后来巴克里牧师又创办了台湾第一所大学，请问是哪个学校？不是中文，古人不是，中文不是，来，不给你们猜了，台南神学院，好猜的是，因为中他是要负责传教嘛，他要训练这些神学生嘛，他就培养开始第一批的神学生，就是现在的台南神学院，所以我刚才说过。他从骑兵回到台南之后，整个台湾，不管是台南，是不是台湾的宗教、教育、音乐，然后文化，差不多每一个，还有这个艺术，每一个项目开始蓬勃发展。所以我们在研究宗教的时候，我们晓得，其实这个西方也代表台湾。除了宗教以外，他们带了很多的东西进来，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很多的这一种台湾第一个的东西产出，就是刚才我说的第一间的第一间的大学，然后也开始创办第一间的中学，就是长荣中学，第一间的女校长荣女中，然后第一部的大学就是台湾女子高大，所以从那个时候差不多有很多的东西都进到台湾。台湾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蓬勃发展，而且我刚才讲过，它的条例是可以让这个宣教师在台湾自由宣教，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北部就陆续有谁进来了？马街哦，所以台北是马街，台南是马两个哦，然后台中南中部，中部是谁？好 ，OK， 可能你们不清楚没关系。中部就是有一个叫做南大会，它就是创造这个三大基督教的医院哈，中部，然后北部就是马偕医院，南部就是新竹医院哈。所以这些那中部呢？中部啊，我发现了，医院，直接是最近这几年，这100多年。这个东部我比较不清楚，但是我晓得东部本来就是婚宴比较多嘛，你说马偕也有婚宴啊？没有，那东部门道，但是门道不是长老会的，我现在就是在讲长老，因为后来有很多的其他的教派啊，陆陆续续都有开办这些的体验啊，天主教也很多，我们在讲好吧。好 ，OK， 好，我现在就是在讲太南性的历史了哈。啊，后来马雅就回到了这个府城之后呢，他在北门路那边开创了这个医院之后呢，后来因为医院的病人越来越多，带的人越来越多，他就没办法来两边都兼顾。后来他那边就纯粹做这个新竹医院，
然后在林教会在哪里，就迁到我们隔壁有条路青年路那边哦，啊，就在那边设礼拜堂。他、啊、后来经过到1895年发生的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人来接收台湾，然后他开始开拓马路，就将我们教会就开拓了一半，就没办法做礼拜。啊，后来有一个会友，他就奉献墓穴这一块地。哦，他是在1902，也就是说，在108年的时候，他就奉献这一块地，然后从这边我们就开始盖这个礼拜堂。好、哦，这个是在108年以前，所以太平进教会，他在前面37年，他经过5处3迁啊、哦，从这个连带街迁到旗津，迁到这个北平路，又迁到青年路，现在又迁到这边啊、哦、啊，然后我们的旧教堂在56年前拆掉。好、哦，就在现在目前这一个新的礼拜堂，所以这个礼拜堂已经有56年啊。好，这样让各位来宾晓得哦，太平间的历史就是这样哦，在这140年当中就是这样。所以太平间教会就是纳尔克斯来到台湾所创设的第一间的长老教会啊。好，这样你清楚吗？哦 ，OK， 好。因为时间不太够，我再简单再讲几个特色好了哈。现在请各位来宾看这个墙壁上那边不是有两块这个蛋子吗？我们看上面那一块白色的，那块白色的它那边有写哈，写说，追这个马尔克斯，他在1869年的5月，好、哦，他迫害来到古城做一个新教，好、哦，这一块纪念碑是在1912年，我们在这边盖旧教堂的时候。啊，这个英国不会特别从英国送过来这一块纪念碑给我们做纪念，所以我们的教会称为太平进马雅各纪念教会。我们不是乱说，我们有身份证，好、哦，这块就是我们的身份证，好、哦，大家了解哈、哦。啊，下面那块就是这个大石哈，那是我们重新盖这个礼拜堂的时候，里面有很多的字，那些就是我们的历史了哈、哦。你们如果注意看，我刚才所讲的大部分里面的内容就是。在黑色的大理石，好、哦，这两块大理石就是啊，留给这个不管是我们后代的，或者是来参观的来宾啊，给他们做啊这个参考哈、哦。好，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哎，当然你们一定是晚上看到啊，有看到吗？这个是什么东西？乐器啊，把东西啊，不要举手，我没有意见。这个第一次哈、哦，还是有一次哈、哦，我带来宾来参观哈、哦，我们是从下面看，我直接带他们从二楼啊来看这个环境哈。但是他们从正面看的时候，他们跟我说：“哎，哦，你教会的这个菜也是这么大。哎”这个天主教没有菜，是哦，基督教没有。我这个是看过吗？看过，看过。突然讲这样，我不晓得什么。好，这一台管风琴，你们猜一看，今年刚好是几岁？我猜，今年刚好是130岁。哦，130岁，也是台湾唯三的超过200年这个手工管风琴啊，这三台里面最老的就是这一台。好，130岁啊！那其实这台琴是1930年这个它里面的，这台琴它在美国1880年在美国波士顿生产，然后经过他们教会使用的差不多90年之后，他才送给台湾。当时也不是直接要送给太平琴教会，他当时是送给台中的东海大学。哈、哦，东海大学看过吗？它叫屋顶很美的尖，哦，对不对？就是太尖，你让我换这一台琴。哦，所以他就换在他们的什么？换在他们的体育馆。他后来体育馆的学生在那边打球会破坏。他后来太平间教会知道这件事情，就把他争取啊，后来设在我们教会啊。啊，今年刚好是在我们教会史上32年啊，32年啊，好，好，哎，用他们用糖过来弄他，这个是一个真正的地方啊，这个体育会。我不会弹，好，我不会弹。那第二个哦，是那个还要送电。其实要弹管风琴哦，一定要钢琴至少要10年的基础。第
因为长短很简单，他不止两手要，他两只脚要，他是两手两脚一起抬。然后呢，他的变化要很快，快。他一个这种琴哦，就像我讲，台湾目前广东琴不会超过40台的，很少，大部分都是在斜教或者教会比较多。那个广东琴，它特别要高级，是在欧洲嘛。在欧洲16、17世纪的时候是最丰盛哈，它、啊、为什么台湾不很普遍？因为第一个它的价啊很贵，价蛮贵。像未来广东琴哦，你随便一栋一栋到好几百万以上，甚至都上千的哈。啊，中央一部分未来琴差不多3000万的哈，啊，我们跟他讲说这个3000万买不到了，因为这是无价珍宝嘛，台湾会找未来琴嘛哈。未来琴还会使用100年哦，中央还会。那我所要的这个也能够的。那请问现在修学的人还有吗？因为广东琴不好修啊。好、哦，我们这个广东琴，我们每年都会编一条经费，他让北部有一个师傅下来修这个琴谱。好、哦，他前两个礼拜刚修完，因为我们明天我们将会有占领礼拜，也是要广东琴在谈哈、哦、啊。这个我们每次音乐会的时候都挤满。啊，大部分都是要来听这个广东琴。它、啊、尤其这个古琴一定要弹古歌，你弹现在的歌曲它不好听，你有它的古歌，它的味道才会出来哈。啊，广东琴它也可以说是什么时候艺人的交响乐团呐、啊，因为他弹的时候，他要什么乐器他都能够弹。啊，你要大喇叭，你要小喇叭，你要小提琴，你要这个声波管，它都能够融进来，因为它里面有30多种的乐器。来调配，我要上。